会卡的，如果没有裂，最少三条手镯。你好，华姐。坐嘛，你是这样欢迎我的，我的笑容突然间都没有了。什么料子？这样吧，今天的料子会卡不会垮。大多数的会卡呢，这种青皮、青那个，这种黑皮的还是比较少。还有泥呀、啊，野木犀，野个锤子，这边的皮都洗没了，还野木犀，留着一面没洗，都被你看穿了。这种表现都是洗出来的，留着这一面皮没有洗，告诉你它的皮壳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基本上石头到我们手上都是洗过的。还是目前看是有点肿，凸起来的地方会有表现。今天切啊？肿瘤肯定要切啊，你不切怎么办？那你要切这样嘛、啊，价格我多漏一点给你，这样你就不要叫我华姐。收嘛，9800。1800。1800。1800。算了，我就当今天我没来过。2800。你要看嘛，这个料子再说老会卡的，如果没有裂，最少三条手镯。会卡没有裂，我跟你说，我切这么多年，就切长那一块，你应该知道那个春彩彩的，就大大的那个，70多万切的。哎，好像我的料子也有切长过啊，你怎么没说？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三条手镯不要去想啊，会卡的料子呢，天生的这个长口就是细裂多，大裂可能不会那么多，细裂多。没有裂的话，三条手镯应该是出得来，有手镯位。这样吧，那就不说了，6800过了。3800可以。3800，我不想听这种三。什么38，我还没嫁出去呢。3900，好吧。你就这样吧，5800块钱。4000块钱，千整四季发财。你还叫我华姐，你还一天天砍我。你这华姐都还不砍你，4000块。那你砍少砍一点嘛。就这么说，按照你正常情况，你喊一万，我都是回800。4000要不要？要我就数钱。要。40，点一下啊。把我拿捏的是死的。来吧，手镯切不切得出来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目前打针呢，其实说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大裂啊，这边是没有表现的，唯一表现好的就是这一面。输三条手镯，打到我手了赔钱。打到你手了，那还会切长？上油锯，来，朱大长，好久没有跟你一起切料子啊，好久没有切长过了，过了，看能不能出手镯啊，出手镯就大长。大长。有飘花，但是裂，是不是？突然不香了，裂还多，棉还重，那就当做是垮了。不是当做是垮，它本来就垮了。你看那种碎裂，来，白白的全都是碎裂呀，都煮光了呀，你做什么货呀？我不想承认它垮了。做这么大一点的货，卖给谁呀？人带在身上拿放大镜去看。扔了吧，不想承认它也是垮了，垮姐。那下次我带来更好的。